如果让各位去露营，各位会有什么样的技能，或者你们会在露营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就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就只要是让我搬，让我做什么道具啊，让我搭个帐篷什么的，我都可以。别让我弄湿了就是。道具组吧，道具组吧，我就这样。我可以在他到时候干体力活时在旁边给他打打气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唱唱歌跳跳舞之类的。哇，哥哥好棒，是吧？那个很重要，因为就是在你很累的时候，旁边会一直逗你笑，你这个时间会过得很快，但是你这个体力活可能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累。对，就真的。嗯，其他哥哥弟弟们呢？我美工组啊，一看就是。我们任何节目出去，我都是那个负责外联宣传美工的。拍摄然后剪视频是我的擅长。有什么项目是可以单腿做的？那我肯定承上启下嘛，就开始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平衡，哎 ，balance 啊 ，balance 挺好，润滑剂承上启下。哎，所以你们没有人会做饭，你会吗？可以，你勉强可以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做，看你想吃什么，我都可以做。真的可以。那么整期节目呢，我们会在大自然不同的场景之下呢，打造三场不同形式的天然音乐舞台。天然音乐舞台。哎，但是至于这个舞台的形式，还有它的量级、豪华程度，全部都要通过大家自己共同的努力来决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转换点位，正式开启咱们的分贝出逃第一站，好吧？好，好嘞。